好，把脚放靠往前点。已经举办了10届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，3月20号天还未光，就伫个市政府头前的南岛路要来起跑。有来自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、澳门等国内外十几个国家15000人参加，市长大清德嘛伫个5:30来到现场为所有的选手加油。首先，我代表近200万的市民热烈欢迎来自包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澳门、大陆以及日本，总共十几个国家的好朋友来到台南市参加古都马拉松比赛。今年的古都马拉松是举办以来的第10届，总共有15000人，非常欢迎你们。同时呢，赖市长也接到这个场合，感谢大家在2月6号大台东的时阵对着台南市的关心，并且用行动支持台南。也感谢你们台南市在2206地震的时候，大家对我们的关心跟支持，尤其今天是用行动来到台南支持我们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我们也为了要让大家跑得更愉快，除了沿线有非常好的风景古迹啊，同时有做非常好的安排以外呢，在终点站林默娘公园，我们也提供了台南大概有10项的小吃美食啊，来感谢大家。今年的古都国际马拉松，市政府是邀请了林可彤担任比赛的代言人，而且头一届把起跑点和终点设在不同的所在，主要就是要来避免市区大塞车。好，欢迎大家参加第10届古都马拉松。因为往年我们的古都马拉松造成市区的民众的交通非常的拥挤，有一些阻塞的情形，所以说我们今年是变作双场地。我们还是由市府南岛路出发，但是我们的终点是在林默娘公园。那我们预计大概在7点以前在中华西路南岛路这一侧会全部解除管制，让民众能够有一个顺畅的交通。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台南市民们能够为这一次古都马拉松加油打气，谢谢。3、2、1，起跑！起跑，正式开始。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今年参加全马的选手1806人。半马是6453人，10公里的挑战组是3496人，4.5公里的健康休闲也有2698人。